三比二。二比四。三比四。四比四。六比四。七比四。四比八。五比八。九比五。擦网。九比五。九比六。六比十。十一比六。尚坤胜第一局。朋友们，王楚钦呢是咱们零零后的小将，在上一次咱们主场比赛的时候呢就表现神勇，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赢了奥恰洛夫，为咱们赢得了宝贵的一分。现在在这一局失利的情况下，让我们一起再为他加油。王楚钦，王楚钦，王楚钦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一会儿呢在比赛的过程中咱们就这样给他加油。时间到，继续比赛。第二局比赛，尚坤发球，零比零。一比零。零比二。
1-2。王楚钦，王楚钦。3-2。4。2-5。6-2。7-2。3-7。4-7。7-5。一起为王楚钦加油，王楚钦，王楚钦。6-8。撒网，6-8。6-9。9-7。再一次为王楚钦加油，王楚钦，王楚钦。10-7。
擦网，10-7。8-10。9-10，尚坤暂停。上海队请求暂停。时间到，9-10。擦网。9-10。王楚钦，王楚钦，王楚钦。11-11。擦网，11-11。擦网，11-11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这样呢，场上的比分就变为了1-1。
在第三局比赛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为王楚钦加油。王楚钦，王楚钦，王楚钦发球，0-0。0-1。3-1。2-4。3-4。4-4。4-5。6-6。6-7。8-6。8-7。8-8。
9-8。王楚钦，王楚钦。9-9。王楚钦，王楚钦。球迷朋友们，那么尚坤呢，其实在前几年呢也曾经效力于我们霸州海润俱乐部，同时呢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，那么到了今天在我们霸州乒乓球馆呢，应该也算他的第二主场，所以今天呢还是祝楚坤呢能够表现得更好。第四局比赛，尚坤发球，0-0。1-1。1-2。3-3。朋友们，为王楚钦加油！王楚钦，王楚钦。
4-4。5-4。4-6。4-7。8-5。5-9。擦网。5-9。5-10。10-6。王楚钦。王楚钦。11-6，尚坤胜第四局。朋友们，第五局的比赛呢将采用7分制，让我们再一次为王楚钦加油。王楚钦，王楚钦。决胜局比赛，王楚钦发球，0-0。0-1。
王楚钦，王楚钦。3-2。王楚钦暂停。3-2。3-3。4-3。3-5。擦网，4-5。停一下。好，请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将咱们的闪光灯，手机的闪光灯关掉。6-4。王楚钦。楚钦，王楚钦，王楚钦。
王楚钦，王楚钦。好的，王楚钦，还是王楚钦，为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赢得了宝贵的一分，感谢王楚钦。